我又要為我的家人 Sandy 的家人還有赤我的一萬二分的協議，因為好想去好多嘢，即係盡量捉到一刻的實在呢，我們要好好去享受自己做了一件我嚟到不被原諒的事，呢一個錯，我深深咁樣去反思自己，我是一個醜惡嘅。我嗰晚的確係飲咗好多好多個酒，但係我覺得飲住酒唔係絕對唔係一個藉口去犯呢啲咁錯嘅事。我非常之後悔，同埋好難面對自己，接受唔到自己點解唔可以控制自己去犯呢個錯誤，起咗呢個色心。對唔住，唔係咯，因為我係人，我唔係神，我係人。咁人就會有七情六欲呢一種咁嘅感受。睇到報道之後，我覺得自己好丟臉、好錯、好討厭、好嘔心、好陌生。我有深刻嘅反思，覺得點？咁我覺得人生就係從呢一啲不斷嘅離離合合咧，就嚟到喺個人生嘅過程裏邊，要你喺裏邊感受到一啲嘢，同埋你食嗰個係開心噶嘛，係嘛？最後我要再一次同所有愛我嘅人講一聲，即係呢一種嘅經歷咧，令到個人實在咗。